有，这我记得之前还有佛跳墙，不知道会不会再出。你进去佛跳墙。谢文志哈喽。五雄明天在第五市场，第五市场跟土城母香鱼，单身的人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只是吃下去以后，你很有精，你会精力旺盛，然后就很麻烦，你就没办法解决啊。单身的人还是乖一点就好了。单身的人还是乖一点就好，不要乱吃。等一下吃下去说精力旺盛，打骗我啊，无查某人，又没有女生理我。明天第五市场会有红鲟吗？不知道。红鲟这种东西，大家这种东西都要当天才知道。我也希望有啊。可以五打一，哎。那不是很浪费吗？有人说都是世界上最男女之间最单纯的友谊，就存在在夫妻之间。彼此都可以脱光衣服，但是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遐想。今天有红鲟啊，剩七只。红鲟在这里，刚才有人拿六只了，剩七只。今天有红鲟，早。为什么单身还要吃母香鱼？养生啊。秀丽早，有了票哦。有的洗衣啊，红鲟啊，剩七只。有啊。对了，杨木伟。杨木伟吗？杨木伟啊。剩七只，你要全拿吗？剩七只而已。剩了刚刚拿五只。剩两只。红鲟剩两只，钱上会有吧？黄叔，我找。黄敬田，你要几只？剩两只而已哦。剩两只，剩两只不够，那不没关系了，那留给别人没关系，等下次有机会再买好了。不好意思呢，因为我只要讲有红鲟或大闸蟹这种东西，都是人家都是拿六只七只，然后其实今天也只有13只而已。昆色藻，然后嘉义有8只。今天唱首我想唱的歌，你说我唱吗？叫我唱吗？还是你要唱？你我都熟啦，熟啦，阿婆这有啥台啥料都好啊。阿婆钱啊，你几位三百？啊？我按照都四位三百。有电视来讲呀？电我恁这逐日逐声在咧啦，安尼我话说。三百五百，讲完。快到，我爸没钱。你这边没钱啊？好好好。
最近我找到新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标记。再给我两分钟。木尾啊，木尾啊，7.8了。那个木尾，那个3公斤1000了。7.8。母的。哦。7.8。对啊，母的很少哎、欸。你讲好加在。那一只好像200克，他敢再叫我？我吃一只200克，200克一只，外面多少钱？一只要200几条哈。红鲟一只200，啊，剩两只。红鲟一只200，剩两只。要自己杀。红鲟一只200，剩两只哦。当的。林婷，你要吗？剩两只，剩两只。林姐嘛，袂歹食，一人食就好啊。你家要食哈？你要看伊卖无啊？阿伯，母的哦，今天的红鲟都母的哦。阿弟，都好了。苏帅长。你是叫我唱歌哦？嗯。我想一下，最近什么歌？你说黄金鱼块、喔、没有哎、欸，黄金鱼块现，黄金鱼块现在很贵哦、喔。对啊，那现在一包到150块了，那两包要300块。听说这个母香鱼外面一只可能要200块，这样一只可能要200块，所以它一箱15只的话，外面一箱大概一箱要卖到3000块，最少外面一箱要卖到2500，最少外面一箱要卖到2500。腰子贝，那不是组合哦，那不是组合的呢。这种最近阿根廷鱿鱼很贵的样子。今天只有丝木鱼肚，我看他这样拿就知道，最近鱿鱼很贵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呀，小弟都丢咩？阿布嘛是迄个啊。嗯，安啦。我讲钓，我都来钓。安来哦。无啦，伊讲是听无事。我带做伙，我带干卖底啦。哦。你来看，无你去来你看。你还冒出来啦？哦，你买这，你唔是去买现车啊？是啊。朱妹妹你好。啊，你一张走走红书嘛？你走去何必啦？对哦，你毛看到直播，伊无来对不？哎，你看你无来，人拢知啊。无来，你看唔见嘛？较正差别。无，十四地甲十三地差别啦。你十三地甲十七地。啊？三地五八。还有这十三地，啊，之前咧有7地，是14地。我
最近有十公斤的龙胆石斑，要跟他叫，那大只的要跟他叫。对啊，龙王去和美一日游回来，他去打仗，去和美跟阿根打仗。一箱两千，一箱两千哦。嗯。十三地主两千，无啦，因逐个月个比一千块钱。按过去一千块，线上款拢拢上。而且我讲真诶啦，我看直播，十三地遐，一个，你算啦。哎、欸、呀、啊、你有刷皮无哈？有哦。我好水哦。伊做做有拢烤干干的。我伊着差不多，即摆差不多五地五百种。最近是去。最近较无四地，最近应该拢是五地。最近的货可能在阿要抢。那是啥？啊？你市区搬来遮了，对啊。公园加悠闲，对，有差真。真正市区甲台北同款。台北你也住板桥啊，三林埔吼，朋友较好，到朋友，哎，住市区吼，无。因为我之前住台北啦。对啦。放假。我其实我无介意台北，住台北住十二冬啊。人去阿哩管。你讲啥？我不要吃，我顶回买拢三只呢。你袂晓吃？我顶回去甲庆红买五只，结果我食一只，我拢甲等掉。这敢毋是煮汤？阮这个你是足好食，只乖只拢甲等掉。啊，煮烧鸡啦。你都送出去客家得好啊，你阿爸。真啊，个人拢无食啥。迄是好鱼啊，那个贵的。我知影，超贵啊，我知影。你刚刚买敢那唔知三只，迄个五百四只。好鱼啊，就是煮，好鱼啊，就是煮汤尔。好，好鱼啊，煮汤啊。龙胆大概两千起跳，对。要看公斤数哎，上次一只十八公斤的是。你等你来一个来，千二。上次有一只八公斤的是，八公斤的大概是2000块，所以要看你跟他叫，那价格不一定哦。冠宇早，你一定要问这里是哪里，这里是丰原哦。你买五包咯？你买红金？你无钱，你无钱，你咪弄五包去啊？五包唔是啊？无啊，无啊，啊从咩啊无啊？啊你唔是要用哪啊落起来？我拢解落起，你唔好你用。
你是要保利龙还是要？我不爱保利龙，等于我爱搁挑废气。好，你就安尼啦，你看啦。你就是安尼啦，你讲袂清楚。人啊，房间地再讲袂清楚哩。死过人啊，人就是要怎么安尼安尼。我卖贝啦，卖啊你阿哥，8万8千贝。我唔是你准头，我唔是你副理吧？我惊你话我。我加皮加五十万呀。怎么有那么多鱼？什么意思？啊不，你啊他就卖鱼的，当然那么多鱼啊。对，又领刀，上次卖16公，16公斤2000元，那你赚到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你在试那个要200-300块呢，对呀、啊，恰杀，恰杀，标鱼我知道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恰杀，安尼贵哪哦，无啦，你3500，哦，3500，哎，哎呀，又很新鲜哦，很新鲜，也你放心，今天特别多，今天。因为丰原那个丰原的客人会有一些想要一些比较特别的鱼，那丰原会特别在，他是丰原他会在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。3500。跟你们讲，像昂锦已经没了，红鲟，哎，红鲟是没了吧？对，红鲟没了。然后今天有母香鱼，今天有母香鱼，整箱3公斤的15只，1只200克，1只200克。然后刚才有问旁边人说，外面一只母香鱼200克，大概要卖到200块以上。所以它一箱15只的话，外面的零售价是3000块，零售价是3000块。然后呢，他今天母香鱼一箱3公斤是卖1200，他卖1200，所以，好，那我就不算了哈。然后公香鱼也是一样，3公斤的。外面公香鱼的也是15只，1只200克，800块。好，阿哥你等我吃的。你拢是帮同事对不？哇，有的是我自己的。红鲟应该是帮同事一起。红鲟是同啊，大闸蟹啊，这里有。对，大闸蟹那个他是。啊，不然我本来我大闸蟹我要拿4。因为大家先上次吃还不错哦，里面那个膏膏，它膏蛮好吃，有没有？啊，不熟啊，快吃吧。这样，哦，它是公的，它这个公公这边有白的，这个是公的，对，但是有膏，吃起来好吃哦，吃起来很爽。回去，它本来你放冰箱冰不太会动，啊，让水冲下去就开始滚。还是火的那个，我的。其实那个那一只外面吃大概都也不便宜啊。不便宜啊，我看你那个大小，重量大小都要加200-300。都要200-300吗？哎，今天不9班，9班嘛，龙王今天9班。九班只有那个啊，没有大只的。上次我跟他讲说，大只的没办法，他说没有嘛哈。来给哪就有在帮我杀掉好了。温迪你好。那里面也是、哦、这个香鱼很肥，对啊，那香鱼200克的哦，一只200克，真的。没有那我是跟你们讲这个香鱼哈，有的都在这里，赶快拿。蓝色细细的，哦，你说左边这个哦，这个我没看过，这个应该是，这个我还不知道，我没看过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丁香吗？而且是很老的。这是什么啊？在想。丁香鱼嘛。丁香鱼的啦，叶没装着。哦，乌鱼好像乌鱼季要开始了。乌鱼要出来了，乌鱼结出来以后就乌鱼子，哇，又一年了，靠腰，又一年了。好恐怖，好快哦！很多人喜欢乌鱼壳，然后叉八
草鱼松，草鱼松，而且要大只的。他说还不错哎。你东西东西应该是稍微调整一下。没有，只有昨天这样子而已。他昨天东西也 OK 啊。昨天国奶表现不错。国奶还蛮厉害的。他不会，他是吃屎吗？对，而且他不会给人家压力。对呀，对。我其实我觉得厉害的是在，他可以喊整场，喊整场很难。你说喊上喊个十分钟、二十分钟，那每个人大概都可以。有些人可能上去两句话就卡住了。他喊了大概两个半小时哎。很厉害哎，那个而且都可以。也是像龙王，他下说东西不好做，如果他想要撤掉的话，他也是要找市场吧。没有，他跟我那天我问信口，他说在看啊，不一定啊，说这两个月说不一定会比较好一些。对啊，因为像。大坑那边有人，我一直说登山那边，那边已经有人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能够想到市场都有人，都是有人。因为以前可能没那么多人，可是自从我们直播以后，播，很多人没在播都跳出来。阿远他其实那个地方都是人家刚好爬山下来，对，就顺路。可是那个地方的人潮大概九点就对，没了，就没有了，真的。那个就是那一波而已。好，老板，好，下来。